大家好，我是宝妹，欢迎咱所在乡亲的朋友收听咱一百一十二年九月四号礼拜一，赶快请阿爸老师跟宝妹在这为你所服务主持两点钟新闻播客站。来，今天呢，虽然讲是风台天，好朋友可能感觉讲今天像吗？是啊，因为今天在吼风台假期，你也感觉讲有一点点莫名其妙哦。但是话嘛，袂当安尼讲。今天那是讲真正、有风号的时阵，无好大家休困，大家又要骂了。但是呢，好天好时呢，你也感觉讲休这种困呢，又觉得心很虚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咯，今天呢，下圣公今日这种天气呢，大家呢真的是，可是干嘛讲吼啊？唔知要安怎讲啦。但是因为风台呢，这个、海葵吼、持续减弱，原地打转，地流吼圣公底下呢一直说一直说，今麦呢气象局是提醒金门甲朋友呢要严防吼好大雨吼，可能伫金门啊，搁有这个、朋友地区呢要稍微注意一下。那天气的部分呢，待会我们跟阿宝老师齁一起来聊齁，咱休淡一下齁。今天呢，宝妹跟阿宝老师是连线做节目齁，老师点到齁，老师在他们家，那我们呢在公司问题点台，因为我跟老师说齁，我们这样说今天天气是怎样，你还是在家好了齁，你在家练锁，但是呢他问不问来，他说看起来是这样呢，但是谁知道齁，千金难买早知道，感觉是应该天气会比较好了，但是呢不知道，毕竟呢，今日是休困日子哦，风台的假期。说实在，今天台风的假期，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有时阵啊，搁比平常时呢，落雨的这雨水吼，啊，搁较少淡薄啊。所以人讲吼，今天到底放假放什么意思呢？我讲吼，卖想伤多。如果那是真正有什么款的这，有些状况呢，谁能知道？但是。啊，够达到迄个标准，啊，够算啦，吼，卖个门啊，吼。其实今天放一个台风假哦，伟人哎干嘛？今天真的是捡到了，都说人应该拢是安尼感觉，拢是捡到吼。反倒等呢，为行业会较无闲，老师定下去讲 KTV 吼，还是讲电影院，还是讲为家也在收灾。但是也有很多餐厅呢，今天是休息的日子，就是台风天嘛，干脆就休息了。但是谁都没有想到，今天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形。好啦，咱家是安尼，这是咱家哦，不是代表讲其他所在是如此。其实伫个咱就是在屏东地区啦，高雄地区哦，可能雨呢下的真的是哦蛮多的，还有花莲、台东家，哇，够侪啦吼、哦。所以呢，风台呢嘛是介恐怖，还是要请大家呢稍微吼、哦、留意一下，这雨水呢那是介侪时阵，你也发现讲哇。真的是伤脑筋哈、哦，这雨水呢很多哦，喉醉盖贼哈。好，来，老师说他好了哈、哦，我们来跟他连线一下哈、哦。等下又呢，淡一下哈、哦，我跟他连线一下。今天老师在家里做节目，我听到我叫一碟泰博麦来哈、哦。来，阿宝老师好，大家好。来嘿，今天我头多少多几个听众朋友讲，今日休这红台假呢，大家一定有戏哩哈。脑海里就是一个四个字啊，莫名其妙啊，莫名其妙。对咱来讲，可能真的是莫名其妙，因为规个早呢拢无落雨，中昼落淡薄啊。但是朋友嘛发现着，落迄种雨呢比平常时有时阵再一阵大雨啊，搁较少。所以今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这个海葵怎么这么难，让人难以捉摸呢？昨昏我看讲已经出海啊，但是呢我还在看，听讲伊搁转来高雄，啊，今麦呢又搁离开啊。啊，原本是。这中度嘛，但是现在已经吼，改为轻度。那、所以现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咱家是较无风雨，但是无代表讲其他所在唔是安尼。所以这部一开始吼，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风台党哟，阿伯老师，来，这个赶快哈，今天一波是还是有这个海上、陆上台风警报哈、哦。所以呢，这个风台其实离咱有一点啊近哈，不过。整体一个应用呢，好像就小了很多。所以咱真侪好朋友，吼，可能今日上大的一个感受的，拄只宝妹讲的，讲哎，他感觉有一点点啊，不给他怎么那个哈。简单讲就是讲，感觉那从无真，不太像台风哈、哦。但事实上呢，咱好朋友真的要了解到哈、哦，这个还是。
这个时阵哈，其实咱台湾呢还是笼罩伫这个风台的这个当中哈啊，所以呢，好朋友一定爱赶快哈，就是讲这个风台过去哈，所引进哈，真有可能哈，很有可能所引进的这个气流啦，各方面的这个原因。那么，这种有可能呢，对着咱台湾造成比较较大的这个影响哈。那么，所以呢，这个底下也是爱提醒着咱好朋友哈，这说了去后边哈，可能还有一些啊。虽然今嘛，今日播五点半，伊同款的这个风台呢，伫咱啊，沿海的这个南方这个所在哈，就是大概在今天下午的这个2-5点的这个时阵哈。那么大概马仔哈，马仔五点哈，马仔播五点，这个风台间隔伊就到这个广东汕头这个所在过去哈，所以呢啊，应该慢慢，咱会当讲脱离掉这个风台这个影响啊。不过这个风台呢啊，有一点啊不同款哈，就讲伊啊，它是有一点，因为这个风台经过着咱台湾哈，这是真少哈，真少有这种。啊，真标准的这个穿新，吼，这个、经过咱台湾的这个陆上，那么经过咱台湾的这个陆上的时阵呢，啊，以风台结构比破海，风台破破海掉了，到这个出海，哈，啊，所以离开着咱台湾的这个陆地的时阵，以这个风台中心也中心个集起来，啊，但是个看呐吼，伊就是个集起来的时阵呢，啊，都无遐尼啊明显，吼，所以的整个呢，感觉起来呢。啊，就有一点点那种人讲一挂线形去啊，哈，迄个形呢就没有那么的这个标准哈，啊，所以呢，它一个这个强度嘛，正式来改这个减弱哈，所以这款的这个情形，不过就是讲因为受到这个风台外围环流的这个影响，那么明仔载哈，可能今日呢，这个南部从南部。咱可能伫即个西半部地区，对即个风台呢无真明显的感受啊。即咱也是伫即个东部呢，啊，迄个感觉就无同款啦吼。台东啦、啊、花莲啦、啊、吼，特别是即个台东花莲交界即个所在，那么伫即个家呢，可能即个感受就完全无同吼，因为风大雨大吼，所以呢，伫即个有呢应用吼，对咱东部地区。影响就比较大一点点哈，所以啊，因为这个风真急啦哈，所以呢啊，这部分的这所在可能呢，树啊啦，什么有诶无诶哈，所以啊，都会呢比较烦哈。那么这个有时啊是真趣味啦，反正呢，这个公司哈，有时啊，起码咱台湾有这个台风假的这个关系哈。那么有这个台风假啊，比如讲这高雄有。风台架啊，台北无对吧？啊，但是呢，伊伫台北咧上班啊，唔过伊是高雄人，他是高雄人啊，伊是高雄人。那么到底呢？啊，你讲伊高雄人，就是讲伊咱足侪人即、這个啊户籍吼，比如讲伊可能人伫台北咧做工过，但是伊个户籍呢伫即个高雄对吧？啊，这种呢啊，伊你要算伊是哪一档放假吼？即、户籍在高雄，那么公司伫台北。啊，户籍在高雄哦，啊，这样你看，刚好有这个台风假哦，所以呢，啊，这款呢，这位也是很奇葩哈，即嘛这类笑脸的哈，那么就是讲，伊的这习惯哈，含咱较无啥同款哈，啊，不过这个跟巩固着这个劳动基准法，像也是哦，哦，你这个不得哈，这袂当改记这个旷工，因为。伊户籍既然也是伫即个高雄，比如就是人讲你公司伫台北，但是伊可能等于高雄啊。哦，伊若总讲伫伊两工有法度证明啊，就是他能够稍微说明一下哈，伊、哦、是伫即、這个等于伫高雄。这应该我相信公司嘛是会甲伊讲啦哈，来讲啊，你自己看着办啊、哦、啊，即、這个但是呢。在法律上你是不能强迫他的哈、哦，你是不能强迫他的哈。哦啊、所以呢，这个也是挺好的哈。好，这个大致上是安呢，这情形的嘞。那么这个风台外围的影响哈、哦，这个环流影响呢，可能在咱各地方哈，拢、哦、有一个这个准雨，但是这个风台过去了，那么这个六号、八号礼拜三、礼拜三哈、哦，这个礼拜三哈。哦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、六、七、八三天，
那么这可能呢，就拢会去回到咱真典型的吼，这低压带这个影响吼，这低渐阵雨、雷阵雨这款的这天气，那么伫这个山区这种呢，可能就是讲中岛以后吼，这山区较容易就不行，比较多发生的这个机会。那么刷来去九号哈，九号呢，就是讲9号到11号哈，这个迄阵就出现着这个大致就是天气哈，天气也比较好哈，所以呢，迄阵就是这个短暂阵雨哈，这款呢，这情形哈，等于讲又回到呢，这个比较较典型的这种夏季哈，再来就是礼拜六哈，就出现着这个高温，这温度呢。应该是会到即个34度、35度，甚至部分的即个所在有可能出现到即个短暂时间有即个35度的即个高温哈，所以呢，好朋友呢，赶快爱少来改即个注意着哈。那么，甲看起来啦吼，就是讲即个风台影响应该是无讲真大哈，不过呢，伫遮咱也是甲。像朋友提醒着吼，就是讲，因为每一遍吼，咱常常即个风台若是接近的时阵，咱所要甲咱听众朋友提醒的吼，即个上爱靠近的一个所在，就是讲你注意着即个积水的即个问题吼，即种因为风台对着咱西部地区真正风的即个影响，袂使讲无吼，但是就是讲伊实际上影响较无遐尼。就是讲，因为风所造成直接的这个影响稍微小了一点点较无遐大。但是你也像即站啊，你也看咱即站，咱真侪种文旦的哈，这文旦的这个好朋友，哇，这惊死哦！这风台要来呢，唔知会入未入？但是迄个形吼，迄个来就是安尼正正，就是为台湾安尼改海过。啊，你讲你讲会入未入？诶，无人敢讲会像安尼真平稳的一个轨道吧，吼，所以呢，这几家必须要咱好朋友呢，小知影着，吼，咱有当时啊，确实，尤其你像这边，吼，这东部地区，吼，这个早起，吼，早起呢，有一挂这个东部，因为咱台湾哦，大概已经有4年，吼，这种风台无这么直接的一个应用，吼，没有这么直接，吼，无这直接。伫因为即种诶即个关系，所以有诶人就会感觉讲，啊，计生也无啥要紧吼。但是即边即个台东吼，即位台东记者才来啊，即比较小看这一件事情吼。即个洛里呢，即话拢先转去诶吼，即今日知啊，伊咧甲报告讲，吼，即洛里吼，迄话真正足切哈，他安尼着怎啊转去？较早我咧甲讲，伊都嘛讲，伊会注意吼。即马真正压顿来时阵呢，也感觉讲，哇，你真正足正来嘞吼，即无拄着唔知影，你真侪即工课拢是安尼吼，你讲咱若是无正经去拄着吼，你唔知讲伊真正遮厉害啦吼，就不知道真的会这么厉害吼，即一个风来安尼吼，即扫啊，讲啊，剩中几个迄个叶啊伫咧尔吼，即无几叶，迄枝骨啊吼，那甚至呢，全拢足大歪吼，拢扫断去吼。所以呢，你若准有拄着这种呢，爱较紧吼，去甲伊记起个吼。话讲都断去啊，断去啊，迄个空喙伊若是有裂开吼。即个洛梨这种物件，因为伊迄个较脆、较怕生，那么其实像洛梨啦，是讲像即个榴莲蜜啦，是咱真侪好朋友真爱种的即个榴莲啦、吼山竹啦，即个黄金果，即种热带即个果树，伊弄一个足特色的即个所在，就是讲。伊迄个长呢，基本上拢较怕生锈啊。啊，伊较怕生，即卖伊若是即个花幼长的时阵吼，伊迄常常会一个足大，迄个会幼一个真大，迄个空嘴。啊，迄个空嘴幼了真大空吼，就是伤口很大。伤这空嘴呐真大时阵呢，真有可能为迄个所在去感染。啊，所以你若阵有裂开啊是虾米款呢？吼，这拢爱甲伊小小歪吼，还是讲呢？干脆小改修正一下哈，有个人较功夫，就会利用这个冬剂啦，是讲一寡这抗生素，甚至去家搅白果。但是因为即马这个落雨吼，你要果油啊较困难，所以你就是讲会当这个小修正一下了，你家伊真紧的这个要家这擦擦的吼，擦擦的这目的就是讲希望迄个所在莫互伊感染，所以有个人会用高锰酸钾哦，用。
这个啊，这拢会使哈。反正呢，主要就是讲爱做一个这个消毒哈。那、这个消毒的这个目的，最主要就是讲，该提供伊一个这个保护，提供这个保护啊。所以呢，这应该是无什么款的这问题，但是就是讲啊。有做，啊，伊就较袂安尼一直乌起吼，还有当时啊，伊会乌起吼，啊，会乌的是啥物情形？即感染，比如讲像咱即个柳丁，就是讲像即、這个山啊吼，山啊嘛会吼，山啊伊那落雨啊，有一只几只只，伊会怎贵的吼，一种啊，甚至伊的迄个病例吼，就是讲啊，拄到即、這个。运气无介好，还是安怎吼？伊就有一种降火迄种的这个情形有啊。啊，迄火有也怎变甲规个拢啊，拢安尼细细规个生规球啊。那么伫这段咱咧讲的降火消长，会去感染到这个，这是一种这个病害啊，这种蒙古的这个畸形化，这畸形化，但是。啊，除了这个以外，吼、哦，咱当然就是讲防止，吼、哦，那么搁一个就是伊迄个胃，吼、哦，较容易有一个这个这种恶腐的这个情形，转翻翻恶气啦，吼、哦，还是转这个这个伊恶气了，吼、哦，伊会转一直脱开，一直脱开，吼、哦，到尾啊呢，迄、那个所在呢，就真容易，吼、哦，真容易呢，有啊你。这个胃呢就做怎的，这裂开啊，安尼，这个恶心吼，所以这点啊，咱一般若是讲药呢，会当甲伊这个治疗吼，还是啥物有鼻溃啦，还是这个药吼，嘛你一定爱甲伊处理药好势吼，唔、就是讲胃甲拆拆的啊，药啊呢，搁重新搁甲伊这个喷过吼，伊就较无容易呢，这个产生这类的这个病害吼，这个治疗观念当时啊。就正经叫风扇掉哈，扇了较严重，先拢会产生这种你类似像这个乌斑这种病啊，这乌斑通常，但你讲当时这个果实哈，大部分是在果实上面，但是你讲伊伫果实管顶，伊那伫这枝条管顶呢，伊嘛是有可能哈。那么伫咱的这个胃啦，伫这个药呢啊严重的时阵哈，甚至于这个。慢慢的，这个扩大了，伊个胃会安尼打击吼，这打击，那么这真对着咱的这个山啊来讲吼，这是一个的风台吼，是讲有药啊去渗掉啦，种下吼，这种呢伊就真容易着这乌斑，真容易这老痂，这脏呢就较薄，你要看伊在加个拆掉啊，药啊喷嘞，啊无你也无去插伊迄个。啊，肉迄个所在呢，拄啊明年啦，尤其咱这温度较悬啊，你即马明年开花的时阵，这营养的这个菌呢去营养着吼，所以这伫风台了，这个时阵呢，拢会去拄着啊，好朋友呢一定爱少来解，这个注意着这方面的一个处理吼，所以这伫家互你少知影者安尼吼。那么啊，咱一寡这个瓜果菜类的这个部分，这唔免讲啦吼。这真侪朋友讲啊，这当然就是真惊堵水啊，没有错啊哈。这拢就惊堵水啊，惊堵水吼、啊。所以咱一定就是第一排水，第二罐头过紧，第三病虫害这个防治啊。这尤其像风闹较头较南部这些家吼，比如讲像屏东啦、啊，吼、啊、还是讲尤其万丹这边这你。伫咱中南部则无，你感觉无虾米风吼，啊南部人因迄风原来是真透吼，啊风透的水流的真容易着即个白血球病吼，啊伊个骨病吼。那么白血球病是一种细菌性的即个病害吼，啊即种细菌性的即个病害伫即个风雨了吼，咱风雨过去啊，比如讲你啊看即个即几天吼，即个马仔吼，即一天是受着风台外围环流的即个影响。那么拜三几号？拜三五六七哈，五六七，这个拜三拜四拜五这几天呢，那么伊的这个落雨几率较大，这个受到这个气压带这个影响。那么到这个六号，这个六号过九号礼拜六的时阵哈，礼拜六的时阵呢，啊，伊可能的拜六礼拜这个温度就搁加悬，啊，你那是。连续落，你看，这个风扇破去，有一个空嘴，五号、六号这只只，佮落落一点啊雨，然后这个感染九号伊温度也改，七号就差不多
哦，所以你一定爱真紧哦，大概在伫即、這个啊八号、九号，就是讲即个时间哦，那阵药啊有了啊渗掉吼，渗了较食啦啦是安怎哦，即拢爱提早呢啊来甲伊做一个即个预防哦，即最好能够上好呢，当来甲做一个即个事先的一个即个预防啊。那么这种预防呢，就是讲啊，你会当先。进行啊，进行来甲伊做一个处理啊，你唔甲处理哦，好势啊，自然呢就无虾米款的一个问题吼，就讲无烟啊，热起来，这种细菌性的这个病害吼，即每一年咱伫即个麦当啊，如南部即个所在较惊拢是惊这种吼，这种白叶菇病。那么即个白叶菇病吼，即嘛唔是讲咱。嘛不是讲咱这种亚热带地区，诶，比如讲日本吼，日本因咧种这个布产哦，因布产即温带地区啊，即日本因通常的发生伫这个高温的这个时阵。那么当然，那像咱伫热带地区，咱的寒人无足，有当时啊连这个冷的时阵嘛会啦，吼，较凉完啦会。啊，不过总是伫较热这个时阵啦，吼，会伫啊高温潮湿的时阵，那么即当种会去增加着咱病害的这严重。尤其那是讲雨水多啊，这个水有淹过车啊，哦，水有淹过车啊呢，这种呢啊，这个真容易哈，真容易来改这发生到这个白血球病。那么尤其那是伫这个啊，咱差不多目睭进前哈，目睭进前呢，啊，拄着风台、风加雨这种呢，啊，这空嘴哈，这渗落呢，真容易出现到这个白血球病。所以你那是伫南部这些家哦，可能。特别爱注意哈，应该就是这个白血球病。那么这是一种这个细菌性的这個病害嘛，是系统性的这个病害哦。这血啊啊，这所在呢，拢真容易来解这个危害的啊。最主要的是有迄个空嘴啊，还是讲你因为伊得病啊，咱人伫横林吼，落水也袂打，啊你伫横林都啊行来行去，行来行去，啊得为因为你穿裤啊迄个。迄、那个车啊吼，伫咱的裤脚遐呢，回咧回咧回咧，还困到互你回，所以行较对的位较对吼，所以真容易有这款的这情形伫咧。所以这个细菌性的这个病害吼，所以咱咧防治的时阵，最主要的是这个啊链式环霉素这款的这个药啊。啊，但是呢，那是有这个克夫兰吼，这个药啊吼，是讲扑杀热，哎，这个很特别哈。那么这个扑杀热这原地是在做这个流行病的一个这药啊，但是呢，伊这对这个白血球病呢有这种预防的这效果哈，治疗效果不好啊。那是讲提早啊，其实呢，会当来有一个真好的一个压制哈，所以呢，会当控制着伊这个白血球病的一个产生，所以这底家这种朋友，你需要做一个参考的哈，怎样讲？当然来改做这个处理哦，啊，这物件拢是安尼哦，会怎处理呢？啊，真侪这工课都加真好做哦，啊，你那是啊不去管它哦，啊，这坑啊到真正有看到怪怪的时阵哦，迄阵咧转药啊，你拢相当的一个甜头啊，所以这伫只好咱听众朋友哦，小做一个了解着哈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这个蚵啊，这蚵啊呢，这有的所在哦，比如讲像。啊，伊也是伫他像中部特别明显吼，像即个伫大家即只家吼，因那是伫一种风台吼，比如讲暴风台，啊，迄、那个机会吼好像很大吼。那么即、這个感觉讲，伊个一个足明显的吼，讲、就是、有可能风的影响吼，即、這个会入风台会入吼。那么风台那是会入的时阵呢？啊，大家惊嘛，吼、哦，这因的足多，即卖已经足侪当无看呀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一般拢是许吼、哦。那么，但是呢，这个那是定睛，是风台，确实有可能会入来啦，吼、哦。就讲、是、看到迄个办事唔对，真因有真侪咱这个当地吼、哦，咱这农民呢，其实也是很厉害，因为呢，这个风台来吼，伊许啊扇破，许啊扇破，这蚵仔呢，就较容易有一个疫病。那么蚵仔这个疫病哦，这存到个那严重的时阵，就存啊存迄个叶脉吼，迄规个叶脉迄个所在要搁有掉咧，啊，存咧吼，这叶啊拢水伤吼，拢烂去。啊，即嘛这烂去了啊，这烂去了呢，这存一支骨伫迄个所在，造成咱雨伞歹去吼，所以咱有诶就讲叫做破雨伞，这
啊，这是一个疫病的这个关系吼、哦。这疫病呢，这伫咱横林吼，真容易去看到吼、哦。尤其呢，咱若是讲伫这个天气内底吼，若是拄着这个风台吼、哦，这更加更加严重。因为这个风加吼，风唔免足强的吼、哦。啊，只是讲伊若是有一点点啊，这个影响吼、哦，就讲、是、有啊，有呢，就拢会去拄着吼。所以咱真济呢。会去用这款的一个，所以因在真巧啊！那一寡农民朋友呢，因就是用这个，来用刀啊，做传播。反正呢，叶啊，看会到的拢个削削掉啊。用刀啦，吼，这传播拢用刀呢，啊，把这个叶啊呢，把这个削削掉哈。啊，削削的呢，啊，伊讲啊，这安尼的，因为削削的，它存那个骨啦吼，啊，即嘛，伊叶啊吼，都较袂去破去，去伊接触到的这个面积就较细吼、哦，所以风台要来进前呢，啊，因都会去解骨，哦，迄足紧的吼，迄工课咧做吼，就即个咧铺迄种物件吼，就有成就感的吼，即、哦、我一直铺一直铺，啊，铺啊贵的吼，啊，差不多拢扛得手吼。哦嘛，这种的这目的啊，最主要的是要预防着这个国外这疫病哈，因为呢，这那是工友呢啊，你叫伊神哦，会老的血啊底下啊，机会接触着这个啊，这种疫病这个机会较大，你那是该不不的，好像还好一点点啊，但是啊，我讲啊。你安尼都无效啊，通光合作用啊，吼，对啦。啊，你但是你但是啊，过身了吼，即个物件风台过身，你即马起来，小可晒一下日吼，啊，伊个芋啊呢真紧吼，即叶啊都去发出来吼，一般是无啥要紧啊。即总比你即创歹去吼，即个机会得较好消化。所以因为有即款的即效果，那么所以呢，即个效果呢会比较。大家拢会感觉讲，介绍袂歹吼，所以愈来愈侪人来做。不过即届呢，原底有一挂朋友就已经要甲扑落啊吼，尾仔听讲即个风台啊一直往南走，所以呢，即只家都无去甲扑啦吼。无我看，因为伊即个伫因种的迄个所在较外围嘛吼，大家即边即只家吼较外围的这关系呢，所以啊较外海啦吼。所以有时啊，这风台回南回来的时阵呢，伊个风加吼，唔是讲正经风去解扇破去吼，而讲个风加吼，啊有小可有这个受伤，这个机会就足大。所以，咱看起来呢，这压力呢就真大。所以就好朋友小做者了解哈，嗯。好，来6338601 6338601，这是现场的扩音专线，欢迎咱乡亲吼多加利用。这两天可能因为风台天的关系，雨水呢有部分的所在嘛落了介济，但是呢，大家上届有感觉就是有关蔬菜这一部分。今日呢，我阁拄着足多朋友甲我讲，你有看到菜只起价啊？菜只起价啊？我讲我有看到啊，伊讲啊，毋过甲冻起来。动起来卖运气啊，就叫国家跟进口啊，加两个档案呢，采买晒啊，啊，再来补贴啊，是不是？对唔，假遐尔贵的，加两个只只啊，食菜算啥？我感觉咱的听用讲话嘛是足酸的，大家讲话真的是很酸哦。不过最近因为真的确定，讲确确实实有时阵看到一个报道呢，你会觉得很生气哦。尤其是看到两天的计小呢，不过上在一个补贴你32块的时阵，你会觉得说，哇塞，那我当初吃的那一颗蛋到底是值多少钱啊？对，我那时候想想，还好，我上下拢买国产的较济咧，我好像没有去买到进口的。我记迄阵买无的时阵，咱的听友吼，伫个卖了只卖豆奶，咱豆奶呢有帮我伫个卖了买两顿来，应该拢是买咱国产的。但是我没有吃到补贴的这个蛋哦，我自己自认为啦，不知道啦，或许有，我也不清楚，因为我拢无去超市买迄习惯，因为去超市也不见得买得到。迄阵今天就欠两个，阿宝哥那时候好像不在台湾哦。对，你可能感受不到，真的每天问那些蛋的快要烦死了，大家都追着蛋四处跑，包括北部的人吼，你也是伫咧南部要去找亲戚，吼，你带一客啊，两去互因吼，伊比虾米较欢喜，你真的无法想象那一段日子竟然是这个样子吼。有时啊，你也感觉讲伫咧台湾吼，嘛有一种日子，曾经也有过，但是事隔吼几个月以后，你
你那亲像嘛袂记吼，前不久所发生的事情，所以真正吼、哦、日子会冲淡很多事情，只有吼、哦、哎再次提起的时候，你才会又想到啊、哦，对对对，我迄阵吼。去排鸡卵，这是排鸡卵。以前的人干，这哪排鸡卵？吃侪物件拢嘛爱排队，买口罩啦，吼，啊，够等疫苗啦，种种的很多事情。所以呢，回首前尘往事呢，有时阵真正会底下害头。但是最近才较贵几叔叔啊，这嘛是情有可原。大概嘛怎样讲，一直落雨，一直下雨，确确实实是会影响吼咱蔬菜一个生长。所以咱从今呢，你放心哦，咱的农。业部吼，即卖已经升格啊，宝贝有时啊拢改回过来，每一间也看吼，咱陈吉仲诶，这名咧我拢会讲哦，我们的主委吼，啊唔对唔对，咱的部长嘿，现在是部长了，所以称谓不一样了哦，所以你放心，伫咱农业部呢，一定会有一些作为吼。刚刚我要来上班之前，即只暗灯，我看到有看到新闻即讲。好像会有一些比较，可是讲，有一个蔬菜呢，即卖要开始伫全联啦、啊、家乐福啦、啊、是爱买吼、哦，做一些平抑哦蔬菜价格的一些吼、哦，销售活动。所以那是讲，手机边啊，食侪好朋友，你感觉讲蔬菜价钱吼就贵诶，你放心啦，无可能哦，咱的农业部呢都没有作为。一个卵呢，一个会出手啊，更何况是蔬菜呢？所以对真侪吼种作的人来讲，因为本国是无什么菜啊，所以价钱唔只会好。因为最近呢，可能高丽菜呢，大家又发现，价格很不错啊，回归嘛是，包括这些韭菜类吼，更加嘛是如此。但是这个也就是比较短期的现象。独一公红台呢，过点说一点来，万马怎样讲，好像呢还会有台风吼会形成，所以今年到底是怎样，我也搞不清楚。要么呢？好几年不来，要么就大家一起来凑热闹。所以人讲吼，温度升高，即卖呢，一个气象的这变化呢，已经跟较早无同啊。因为因的路径有些改变，以前是在这个中国大陆北方吼，就是讲较纬度高的地方，像南韩啊、日本这些哦，台风不会像。目前就讲吼，即卖这样频繁。那以前呢，哦，可能就是先经过台湾、香港，啊，即卖唔是。现在好像路径会改变了，所以气候吼、哦、温度会改变，确确实实也改变了吼、哦、台风吼、哦、已形成的一些吼、哦、路径条件。但是最近蔬菜计小吼有去，我相信吼、哦，过几阵嘛，只要那是讲天气较回温，应该慢慢过会回暖吼、哦。好，这个是价格的部分吼、哦，大家呢也应该很习惯了吼、哦。啊，继续呢，那么讲好朋友吼、哦、到。来关心到咱一个政策方面的问题，手机边啊听众，假使讲你有一个无清楚、无了解的代志，都当卡咱的可以转数电话哦，05633860016338601。老师，想要跟你请教这是哈春头哦。那天我遇到他吼，礼拜六我遇到他，已经讲到伊的这小番茄吼，目前已经有种落去啊，但是即卖果是有。这盐基的现象，伊讲伫个古尼吧，应该是上一次伊检测，伊他自己自认为啊，我唔知道，因为我们公立间有去检测，伊讲应该是迄个现象，但是伊直觉就是也乙烯值比较高。伊讲那时候无甲处理的话，那亲像呢，伊的小番茄刚好某一程度会死去，所以伊问问你，即卖那是讲小番茄哦已经种落去啊，即卖如果有乙烯值哦太高的问题，那是不是爱来用这益根宝会比较适当一点点？这个种类被判断是不是有乙烯值，还是是不是乙烯值过高，还是什么款的这个问题哈？那么这一般通常的对甘麦片来讲哈，甘麦片因为本身比较那比较较耐这个高乙烯哦，伊对这个乙烯值管哈啊，伊是有一定的这个耐受性。哦，简单讲就是讲伊较毒，而且唔是讲。啊，伊即个有的真容易出问题吼、哦，但是回归就较敏感哦。啊，梅弄啦吼，梅弄啦，回归吼，这种鬼啊类呢，对土壤内底即个碱分吼，即个乙烯值呢，伊的即个敏感度就较悬。那么小番茄伊通常的，啊无遐尼啊敏感，啊但是即个有敏感无敏感，得看讲啊，嘛爱看即个季节啦吼、哦。比如讲像咱伫即个。种类料吼，即通常呢，伊有当时啊，拄到即个种料料啊，较炸小瓜对吧？吼，即那么也就是很热嘛，啊热呢，它就要吸水啊。但是因为咱的一个土壤内底吼，土壤内底一个有那个，因为即、这个
电导度较悬，吼、哦，这盐基的这个累积嘛，吼、哦，来、就、讲、是、这种盐基的这问题，所以啊，伊即马盐基起来了，吼、哦，伊咧咱话讲叫卡盐型嘛，吼、哦，那么这种情形呢 ，EC 值较悬，对吧 ？EC 值悬的时阵呢，伊变做伊要食水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伊你虽然涂卡淡淡，但是伊的。伊个一个即渗透也足悬个，伊要食水个时阵吼，原底那是正正，啊伊咧食轻松轻松无问题。啊，你若涂较咸，啊伊咧食水呢，伊就较困难吼。所以海口这边个感觉味拢会特别好食。那食起来拢比别人会较顶吼。啊，为虾米吼？因为伊即个海口这边伊个即个咸温较重吼，所以伊要食个时阵食水食较袂起来。所以感觉味本身内底。伊为着要去抵抗掉这种的这现象，伊必须要去累积大量的这些啊，这些可溶性的这种盐类吼，这些物件吼，所以呢，真济，真个伫海口的这感冒病，就讲你唔免温杯啊粉的，那像温杯啊粉咧食这种的这个感觉吼，所以真明显吼，对，感觉这个口感啊各方面拢会特别好吼啊，但是呢，这个是伫伊的一个。啊！伫伊会当接受诶一个，就讲做物有法多去忍受诶这范围内底啦吼。那么有当时啊，就是那是即种温度上过头，比如讲你拄浸落时阵上热，啊上热呢伊啊，其实伊诶即个初期诶即个生长量吼，即、這个水呢，爱需要诶即个量真济。啊，但是呢，你水伊拄开始咧生长诶时阵，那么你水无互伊。啊，我讲有啊，我也无饮有啊，但是你发现讲奇怪，我感觉比他安尼，即、這个香足香机啊，叶啊变较细叶，这种呢，即通常就是即、這个啊，即、這个水分较无够啊，因为咱知影吼，热人做不得即个水分，那么伊是提来降温的用的吼，唔、哦、是正经提起做光合作用吼，即袂讲伊即提起光合作用，当然水是光合作用啊，光合作用就是。做不利用这个二氧化碳吼，啊加这个水吼 ，H2O 啊，啊用二氧化碳加这個水呢，这个伫地球上上界搬移的这物件，然后呢经过着这个叶绿素的这個作用，然后伊就形成着这个葡萄糖啊。那么这种的这個过程呢，就叫光合作用。啊，水。参与到这个光合作用，但是真正伫热人的时阵，做不需要的这個水分，唔是提来光合作用用。当然，光合作用一定爱水啦，只是讲啊，伊伫热人的时阵呢，最主要是提来这个降温，吼、哦，这温、個、度足悬的，那么伊要降温，啊要降温，伊就需要呢食水，吼、哦。总讲你那是这个盐温较重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伊食水就食较袂起来，或者食较袂起来。那么食袂起来的时阵，伊就出现到一个这个。叶啊，就变较细叶啦。啊，因为食水食啊袂起来，所以呢，伊就容易缺钙哦。所以这心脉就安尼慢慢歪头歪头，爱白心，诶，即个缺铁哦，即个足明显的即个情形。所以伫即个早期的时阵吼，幼苗期的一种即个缺铁性黄化，是讲缺钙叶啊变细叶啊，等等即种的即个状况呢，那么即拢真容易出现的，真容易出现就是。即、这个高 EC 来解即个引起的吼，即、哦、那、这个、是 EC 值较悬的时阵呢，那么就会发生着即款的即个情形的嘞。好、哦，那么对感冒病来讲，就是讲咱成长的即个初期，因为咱像咱种的即、这个伫寒人吼，寒人因为甚至都，迄阵伊最主要即水分是提来光合作用，所以水呢需要量就较不遐济。啊，咱热人即个时阵吼，咱热人即个时阵呢。伊需要的这個水量较济，啊，需要这個，所以真济人咧讲啥物干湿管理、湿湿管理啊，这较早小番茄尤其有如果都开始咧种的时阵，啊，真济咧讨论到这种啥物干湿管理、湿湿管理哈，啊，不啊，是不是像像咱那边讲，没有所谓什么干湿管理、湿湿管理，全部都叫做合理的管理哈、啊，就是讲你伫这个初期的时阵，热人这個时阵，你水分一定爱充足，你水就是爱饱，一定爱好有。哦，还有适当的这个水分，对吧？啊，个寒人的时阵，伊阵需要这个水的少啊，伊需要这个水分少，那么自然你得当老较大的不要紧啊。但是你远那是较咸，对吧？咸温带较重，你都袂当像人老遐。哦，所以咱要恶人爱恶恶掉哈，所以有时啊，就是讲伫这个管理的时阵，咱家己爱知影掉哈，知影讲啊，我这咸温较重，啊，我水呢？消化可以，加一丝丝啦，吼，卖可以伤过头，
比如说你如果是咸温较重的这个横呢，较高鼻，阿妈比较高鼻，因为真有可能会伤过头大，啊过大即嘛，那小可有一个到南方啦、落雨啦、漏水啦，还是讲咱水甲淹落，伊就较容易发生到这个裂，这种的这情形啊。那么所以这点呢，一定爱小来在这注意着哈。所以伫这不是提醒着咱讲这个好朋友哈啊，就是讲因为你这个有关系啦哈，就是讲啊，咱有些无多哈，这实际上就是这个伫温室内底哈，这拄着这款的这个高医师的这个情形哦，就是讲降温较重。这有当时啊，拢是真济、真容易发生的这个问题哈、啊。但是呢，就是讲，咱变乱，咱去改这个减少哈，减少掉这款的这个恶化哈。所以上简单的这个做法呢，就是讲，那知影降温较重，啊，咱啊先改用一点啊，这个益根宝哦，这物件呢。那么这因为有一个天然皂苷哦，这一个天然的这有机物质。那、也当维持着这个土壤内底吼，即维持土壤的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稳定吼、哦。那么也当增加伊的一个透气性啦、甚至呢也当降低部分吼、哦、部分的一个乙烯酯吼，即让伊乙烯酯呢变化较袂吼，即、哦、较袂压了伤过头悬。那么伫这种情形之下，咱自然咧用。都有这个效果，啊，改小小用一下，这个效果呢应该都还很不错哈、哦。那么，所以呢，这当我们好朋友呢，小知影者哈，就讲你那是要呢，改做一下这个，因为种落啊，然后还未种的时阵哦，假设那是还未种呢，咱会跟你讲，咸温较重哦，对几种的一个处理方式，因为咱伫温室内底。那么，尤其一个长久咧工作嘅这温室吼，这种高乙烯嘅这问题，拢真容易来改这个产生吼。所以咱伫一段时间了，就是讲有这个机会，就当改做一个，比如讲咱讲叫做洗产吼。啊，洗产嘅这方式，就是讲我水小甲涂一下，小甲涂一下，因为伊含这个外界无交叉嘛，所以咱水呢甲淹起來，啊水甲淹啊甜。啊，伊毛头要过高面，吼，帮我打，伊即摆帮我打，帮我打伊，伫涂下面，只只只个料安尼打打吼，你就发现讲迄个，那是有一挂只盐类吼，只阿袂做不无食起个只物件呢，啊，伊就会去啊，因为毛细现象的关系吼，所以走起来伫即个表面，啊，走起来伫表面个曝日，啊，所以伫伊个遐结晶吼会建起来。你即马吼，伊料较干嘞了，啊水呢也无真干，但是涂骹面只只只有小块大大，你水搁甲淹落，哦，搁甲淹，搁甲淹毛甜，啊搁甲淹毛甜，哦，伊即马搁吊起来，啊第即马搁料较干起了，第三遍咱淹水的时阵，淹过高面，然后甲遐水呢，因为淹出来袂少啊嘛，所以咱甲只个水甲开掉，开掉你就当甲洗一挂先干起啊，哦这。伫咱空闲的时阵，你会当安尼落去家做一下这个处理哈。啊，有诶讲无啦，我无已经无药啊，拢无处理啊，甲种落啊，对啊，人工你咪当无水通好处理，你就会当用这个水较无遐尼啊好势，方便的经营之下，你会当提高这个有机质的这个含量啊。这种我乃当来改这个改善啊，这拢是空闲的时阵咧做诶哈。啊，即卖已经种落啊，要安怎种落啊？都袂当讲搁底下堵水吼，这无可能吼，这要甲堵哦死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咱无可能啊，无可能，咱就是利用这个啊，这种天然的这个植物的这个有机酸啊、哦，然后这一挂皂苷之类的这物件，然后改啊，这维持着土壤的这个稳定。所以呢，啊，伫这方面你也当来加以处理又好势吼、哦。那么通常那是这个用益根宝哈。伊就较明显的这改善哦，所以那么一分地大概就是伫卖超唔免超过两粒啦，大概就是1.5升哦，这一粒半，一粒半呢。啊，有的人会改先灌一粒半，佮过一个月佮佮灌一粒半。啊，其实那是以小番茄来讲，就是讲啊，你尽量种落这个时阵吼，伊那是已经挖起来，你就当开始灌啊，就先灌，因为。有问题拢伫头前，即只只，你即马从过几两工啊，到即个节气，到白露啊，啊，到白露了来，即个天气咧凉，就愈来愈紧。所以你即马先灌，比如讲你即阵已经种了，你即马灌，过一个月时阵灌，迄阵寒露，
落了啊来升降啊，后壁来就影响就足细啊，因为后壁佫过去的啊，即、這个温度就较无遐悬，温度较无遐悬，伊乙烯酯的即、這个啊，即、這个影响哦，影响着感冒病的就较细吼，因为迄阵伊就较无需要啊，利用即个来解即个降温啊嘛，所以即个大概是即款的这情形，所以。在用的时候呢，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关系啊。不过就是说你要稍注意一下哦，就是啊，因为这个高乙烯通常拢会对到这个有问题吼、哦，就是说伊真容易吼、哦，这高乙烯酯啊，伊会产生到一个就是说高 pH 啊，这 pH 哪管哈 ，pH 值哪管哈 ，pH 值哪管的时候有啥物款呢？就是说它那个肥吼热落呢。啊，因为咱土壤也是碱性吼，碱性就是 pH 值较高，啊，这碱性的时阵，伊会出现这个，比如讲落肥氮素，氮素会变，就容易变这阿摩尼亚。啊，这变阿摩尼亚吼，这啊，伫咱正回归时阵，就容易去拄到这情形。因为回归吼，咱知影这个，伊当咧大肥的沙较重，啊，那是碱性较高，有当时你透早入去吼。啊，入去这个温室内底，哇，迄目睭睁无啥会开，哦，感觉目睭啊，擦擦擦擦，要无这个许臭脚破皮啦吼，但是你也感觉，因为咱的目睭做做敏感的吼，多数的人目睭都已经不适应啊，对，感觉呢擦擦擦擦安尼吼。那么这个高浓度的这个氨呢，这对做不得产生着，这个较袂开筋的这根系哦，较容易啊，这个影响着，而且因为伊有这个情形。所以就会出现到这个缺铁，所以拄则开始也报甲你讲，伊这个那是咱热人咧种感冒病吼，那拄到咱土壤乙烯较悬，伊就容易缺钙、缺铁啊。那么啊，缺铁就是这心脉硬啊，血啊变细血，这缺钙啊歪血歪血啊，有当时还看起来吼，佮摇摇啊，心脉咩咩啊，血啊细血细血啊，佮安尼黄黄白白，安尼是不是足成啥物消长？所以说，这两栋就是消长，然后就给它烤掉，啊，烤掉就不菜啊，是不是？吼，一张十三块的再见了，吼。所以，啊，实际上敢是消长，不一定是啦，90%不见得是，啊，所以呢，你一定爱小心，啊，就讲一开始啊，那么隔温的时阵一定爱注意，啊，当然隔温因为就容易有这个啊，这个分散，啊，分散你当然就较容易消长，啊，这拢有迄个关系，啊，佮加上咱那是。啊，缺钙、缺铁，所以出来迄个形哦，足形。所以长的一个表现的足明显，你就看得到，它表现出来的就是安尼正歹在吼。所以啊，你就发现讲这物件改成就是会出现到这状况吼。所以呢，好朋友呢，你要知影一下大概是有这个问题吼。就讲我是高乙烯哦，这碱分较重，碱分较重的这个地多数咱拢会出现。盐分重拢会较容易出现到这个高，这个碱性会较重，吼、哦，就是高 pH， 吼、哦，这种情形，啊，这个较容易造成这伤害，这含乙烯无关系啦，啊，但是啊，讲无关系嘛是有关系，伊就较容易出现到这物件，啊，这拢是去一长期吼，那、哦、是咱细长的时阵啊，因为伊做物食袂到肥的时阵出现出来，就是无肥嘛。是不是？啊，其实伊是安怎会无看出现出来是无肥，是安怎食袂到肥，就是因为这个肥分伤过头侪。正经是伊个肥分伤过头侪，啊，这肥分伤过头侪，就是这个高乙烯的这关系，所以这造成伫咱土壤内底啊，伊的一个这个累积吼，所以呢啊，伊的一寡这营养分啊，各方面吼、啊，这生长呢就较无通遐尼好势吼、啊，所以呢，这种爱少来个这个注意到这方面的这个。这个管理，因为感冒病吼本身对于这个磷，这个需求量啊真大。啊，但是呢，作者就拢去甲落这个，因为这册内底拢安尼写，实际上嘛是安尼啦。啊，所以作者人就做爱落43啊，吼，还是讲诶一寡啥物高磷加咧罐头啦，咧塑胀啦，咧创啥，啊，这个更加造成伊个土壤的这个。啊，这个盐碱化的这个问题哦，所以伫家不啊，是拢会建议讲，啊，咱那是伫温室内底，伫这个温室一定比外口较严重，外口要落雨会漏掉，伫温室内底你根本无机会，所以伫温室内底你一定爱去用这个菌根菌呐、啊，用这溶磷菌哦，啊，然后减少掉这个磷肥的这个使用哦，就是讲咱用这个微生物肥料哈、哦，用微生物肥料去
替代掉这化学肥料哦，啊来改降低掉啊，这种肥料的这个使用，啊你减少掉这肥料的这使用的时阵呢，以主人这个EC慢慢，啊咱加上咱各有这个有机质的这个补充，啊这EC值伊就袂一直也悬起哩，吼、啊，就稳定啊。啊，有一点点啊，悬不要紧吼，有一点点啊，悬，感觉比甜豆好食吼。这有时啊是做量无法大，但是伤悬当然你就做歹种诶，这是不是安尼吼？所以咱一定爱小心吼，来、哦、一个注意着吼。诶、哦，你只系当可能与好朋友呢吼、哦，你少做者这参考着吼。所以这大概是咱诶处理诶这一种一个这做法啦哈。哦那么大概呢是这款的这情形，也提供给你小做一下了解到哈。那么当然啊，这个磷钢哈，就讲、是、因为咱知影咱土壤这个EC值较悬哈，所以咱宝贝接热啦。比如讲正常来讲啊，伊拢差不多伫这个二十钢哈，卡到一遍倍，这二三十钢卡到一遍倍，二十钢安尼哈。那咱会当一礼拜甲热一遍。照讲，感觉必是唔免一礼拜落一遍肥啦吼。啊，但是无要紧，咱改改做一礼拜落一遍。但是呢，咱改迄个肥的量减少，啊，我落较少咧，啊，加落一遍啊。啊，因为拢差不多是啊三四礼拜，啊，落一遍肥，咱唔免吼，咱改即个用较少咧。啊，我反正我就少一点啊，我落用较少咧。我一点点啊，一点点啊。啊，你慢慢安尼咧用的时阵吼，即、這个效果呢？对，给就好些哈、哦，这个真的是会好很多。所以呢，这里家伙呢，就以听众朋友，你需要做些这个了解，好、哦，我你做参考啊。啊，就是讲宝贝接到哈、哦，这土壤的这种盐碱化的这问题，对，要来解这解决。啊，当然今晚呢是会当较好的这做法哦，就是利用这易根宝啊来解做些处理哈，会、哦、当有一个稳定的解决效果。啊，后边呢，咱慢慢来，这效果呢就特别的好哈、哦。嗯，好，来时间的关系，咱第一点钟的节目呢，先暂时吼进到这，等下第一广告完了后，马上再个回来。